先看这次进攻，射门，射门，射射射射射！哎呀，比达尔马上坐下来，要小心。来自于邓弗里斯外围的一脚弹射，阿里松还是踢得很稳的。所以国际米兰肯定还是要靠在两个边路找到一个下底的机会。对，这下肯定没越位啊。桑切斯传的，对，佩里西奇。桑切斯又把球转到了左边路。阿诺德这下防守到位。射门，射门，射门，射门！阿里松也在防守。这一下算送出传球要打了，应该已经越位了。对，米达尔，哎，啥？好险一点，不差一点啊！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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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一下把球罚到中路，犯错，什么呀？一个回跑啊！让王一个回头望日，兰德维奇还是很稳健的。比赛利物浦的整体速度不坏，射门，射门，射门，